我哋翻嚟第二節啦，嗱咁呢一節咧呢個好有趣嘅，點解咧？你細嗰陣時候有冇睇過電視劇叫做《無敵鐵金剛》啊？有啊，阿岳斯迪就係斷手斷腳噶嘛，係啊。咁除咗岳斯迪，就嗰套電視劇叫做《Six Talam》，唔係《Six Talam》叫咩，《Six Million Talam Man》，跟住仲一套《Bionic Woman》喎。這個就沒看，沒看啊，這個就是女性版的嘛，就是斷手斷腳，又是，但是就裝了一個，即是比個人類更加強勁的一隻手在那裡。那我們今天電視劇是不是可以成真啊？嗱，即係有冇話整到可以裝隻假手變超人呢樣嘢？我哋就唔係我哋討論範圍嘅，但係咧，即係你話如果有人係因為意外傷殘，即係嗰個手係要切咗或者腳要切咗咧，我哋由細到大，我哋都好希望就係會唔會未來世界有個科技就係可以完全可以用機械嘅方法去取代翻，或者盡量去補足翻我哋失去咗嘅功能，係咪？好多時以往我哋做嗰啲假手。你想想由最簡單的那代鐵鈎船長陰公只得個手套得個鈎，係咪？咁但係到咁起碼可唔可以整到個嘅手嘅形狀似啲先咧？個觸感似啲先咧？咁啊，但係能唔能夠用到另外一回事，係咪？有時好多時係得個形，佢得一個工具，可能就係你即係多個士巴拿喺你個喺你個義肢上面，令你可以勾住啲嘢，拎住啲嘢。但是它不是一種好像我們人的手有手指可以隨心所欲喜歡做好仔細的動作啊，甚至乎可以因應你需要去拿捏的力度而去作出適應呢。你發覺就是說我們好像暫時的科技是未能夠做到一個這麼高精準度可以有人手的功能，這些這樣的機械臂，又或者就是呢要做到很笨重，成件要孭喺個背脊，成個背囊咁嘅，然之後你先叫做可以咧，去用你嘅意念嘗試去喐到佢隻手指嚇。但系咧喺啱啱呢個禮拜咧，我見就睇到有個就好，即係令我都印象幾深嘅一個新聞啊，就係台長而家畫面度你都會 show 佢出嚟啦。呢位女士咧，佢咧就唔係戴咗個手套啊，佢係戴一隻義肢嘅，係假手嚟嘅，呢就係隻機械手嚟嘅。但系呢只機械手咧，一次過滿足你幾個願望。佢除咗有翻你期望好似人正常人嘅手咁大嘅大小之外咧，就係話你係可以用你自己嘅意念去控制住佢嘅手指嘅運作，做啲比較仔細嘅動作。而且呢個嘅手指咧，佢係能夠因應到你自己腦部俾出嚟嘅信號咧，嚟去俾嗰個調控嗰個力度嘅大小嚟去有個反應嘅，即係拎住啲嘢會唔會大力嗰頭細力嗰頭啊咁嘅嘢咧？佢呢隻手咧係能夠俾到一個咧一個叫做感知外邊世界嘅能力，即係你睇到佢即係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咦會唔會我哋以往夢寐以求嘅呢個真正完美嘅義肢？即係去幫助去補足翻傷殘嘅人佢嗰個嘅肢體上面嘅需要咧，咁會唔會能夠成真咧？我覺得就非常之近咯。但係我相信個難度好高啊，因為點解咧？嗱，你而家講一樣嘢就係嗰個界面咧係兩樣嚟噶嘛。譬如我諗緊嗰樣嘢同埋呢隻手，係兩個唔同嘅界面嚟。以前我哋覺得好難好難嘅，但係點解喺呢個情況之下做到咧？嗱，呢個咧你可以講，即係呢度又要仔細啲講下佢嗰個接駁係點嘅樣。咁而家你會發覺咧，即係呢度個畫面個圖冇睇到出嚟啦。但係其實咧喺另外一個，即係尤其是喺呢條片嗰度咧，咁就會 show 出嚟嘅。喺即係呢一位女士，佢係因為佢操作農業機械嘅時候，就搞到斷咗，即係斷咗一隻手嚇。咁而家你睇畫面，佢嗰隻斷咧就係隻隻右手嚟嘅。咁喺佢斷臂嘅位置嗰度咧。要插兩個電極出嚟，而呢兩個電極咧，即係唔係淨係電極咁簡單，佢應該係兩口直頭係螺絲嚟嘅。呢個個螺絲就係直頭傷咗喺佢本身嘅骨嗰度嘅。咁於是乎佢就可以作為一個即係一個骨嘅支撐嚟去支撐住呢一個嘅手啦，嚇！即係呢隻手咧就唔係淨係套住喺佢個手臂咁簡單，而係佢係可以直頭傷咗喺佢個骨上邊咧嚟去喐，嚇！咁然後亦都有一個咧信號傳遞嘅功能，而同時間咧喺佢呢一個手臂咧，再有其他嘅一啲嘅感應器咧，係裝咗喺佢個前臂嘅唔同位置上邊。有啲就譬如裝到佢手踭啊，有啲裝到上個老鼠仔嘅肌肉啊。目的就係話咧，佢希望揾到咧
去邊一啲嘅神經係同我控制到個手指精細信號有關嘅，就希望能夠去攞到佢嘅信號出嚟，即係咁嘅。其實我哋個腦部想對究竟是手指尾定是中指定是食指有什么反应呢？其实整个信号都是由我们脑部而来，它也会通过我们这些前臂上面的神经去将这个信号传到去我们的手那里和手指那里。但是争在它的信号的模式是怎样，是怎样去运用到我们整个神经网络传递呢？其实是可以透过那个人工智能深度学习来去了解究竟这个的信号它这样闪耀的时候的模式是想控制我做一个什么的手势什么的动作的呢。现在其实就是说这里就几个科技结合在一起了。首先外科手术，你怎样可以将这个这样的机械臂去稳住在你的骨架结构上面。另外就是神经科学，就是怎样将你那个手臂正如落来那个神经的信号去 读出去的信号出来，来去令到这只手可以知得到。另外就是你怎样训练这个手臂，就讲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这里。那你发觉这个这么简单，就是看落好像一只这样的手臂，都还未计算它里面怎样去插电个电机那些这样的原理，还有那些电子零件等等的那些东西。你就发觉就可以将它摆在一只和正常人这么大这么小的手，而我相信就是它的重量都不会做到很不合理。你说如果一只这样的手是20公斤的，你怎样戴住呢？是不是？所以你只能够做到就是说，可能都是只不过是一个一至三公斤左右的重量，这么上下 就可以能够做到在这里面。但是它后面牵涉的就是那个微型科镜，因为如果你以前没有伤到这么小的这些的感应器在里面。是啦是啦是啦。咁你话嗰个感应器本身呢就唔难做到好精细嘅。同埋即係嗰个嘅即係嗰个 electronic， 你点样去将佢植入咗喺你本身嗰个嘅手臂里面啊，咁样呢。咁呢一个呢就相对嚟讲唔係即係已经唔係太难。咁难就难在你点样去将佢做到襟用，同埋係做到呢你可以将个信号读出嚟嘅时候呢令到你嗰隻手懂得去做一个嘅反应。咁所以呢喺呢个过程入面呢其实係即係那段短片我哋冇时间慢慢去播出嚟啦。但係如果你睇到比较后面嘅时候呢，佢係会讲緊即係呢位嘅女士喺佢學習嘅中途入面呢係点样去训练个手臂嘅动作。其中有个画面好得意嘅，就係呢佢呢就唔係戴住嘅手臂，纯粹就係将佢嗰两个嘅即係插咗入骨嘅嗰两个嘅电极嗰两口钉呢就駁到落去个电脑嗰度。然之后呢就由个电脑画面嗰度呢嚟显示返究竟而家你其实你係想做緊一个咩嘅动作。就係话你当我諗譬如我想喐其中两个手指嘅时候，你喺你个电脑画面度，佢识唔识得去分辨翻，原来你系想咁样喐只手指咧？就透过呢个过程入边，其实就都我觉得都需要一个比较长嘅时间，就系你训练翻嗰个电脑程式，个人工智能啊，点样去系阅读翻你嘅神经信号。咁而且相信呢样嘢都几需要度身订做嘅。你话人每一个嘅即系病人，佢残留落嚟嘅神经信号点样去分布啦，同埋嗰个模式。點樣係即係能夠俾個電腦學習到呢？咁需要有一個 training 嘅時間。咁究竟你點樣去訓練個電腦嚟去認識你身體個神經信號要用幾多少時間呢？暫時呢度就冇資訊去睇到啦。但而家你會即係起碼知道就係話喺足夠長嘅訓練之下呢，而家就係話呢佢能夠都做到呢超過九成嘅準程度嘅。即係譬如呢位女士佢想做嘅動作，基本上呢有100個動作，佢入面有成90幾個動作係已經可以由精細地個手嗰佢嗰隻機械手呢係已經能夠做得到出嚟囉。嗯，係呀。咁佢以前就係耕即係喺農場嘅，就一個意外就整斷咗手啦。咁類似嘅情況我諗大家喺世界不同嘅地方，甚至香港都發生過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好嘅消息嚟。不過問題就係呢，他做的动即的工种本身我相信不是太仔细。现在他说的 50% 就是平时我们去做的那些东西。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现在揸着一个玻璃杯，如果我用一个力度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微细的调教。但是会不会说大力度就是如果他一揸碾爆玻璃，碾爆玻璃。或者佢咪揸唔穩，即係個玻璃杯跌落嚟咧。即係呢個中間嗰個
敏感度要去到幾高咧？其實呢個亦都係今次呢隻機械臂其中一種核心技術所在，你讀到佢個信號，知道我要去做呢個動作，但你用幾大力嚟去實行呢個動作呢？我哋就算都講，你用死力定係用陰力呢？我哋都會咁樣去講噶嘛。其實意思就係，即係台長，你用玻璃杯嚟做呢個比喻，我覺得好恰當嘅，就係玻璃杯就係一種你唔可以太大力，又唔可以太細力，係咪？你做到隻手，你自己識得托住個杯底咪得咯。但係我就係希望做到就係仔細度，我純粹就係希望食住嗰度摩擦力就拎住隻杯，能唔能夠做得到呢？嗱，咁而家咧即係你發覺呢樣嘢就牽涉到就係你自己本身嗰隻機械手，佢自己有冇一個 sensor 去感知住而家用緊幾大力去拎住啲嘢？呢、這個先至係難度啊！即係你話，如果純粹係閱讀你嗰個信號，然之後佢去做嗰個動作，你唔需要你個動作幾大力幾細去做。總之，我不惜一切代價，就係要將個虎口位箍到去咁大咁細嘅時候咧，其實呢樣嘢唔能夠滿足到我哋生活嘅需求嘅嚇。你拎玻璃杯，我想拎佢，點知砰！呢個機械臂太好力，太大力，咁於是乎碾爆咗杯，咁唔係我想要嘅結果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一定需要去設計到一隻機械手咧，佢係喺你閱讀到你嘅信號，做你需要做嘅動作之餘咧，係識得同你拎住嗰件負載物係有個相互嘅感應。呢個亦都係真真正正我哋隻手嘅神經系統點樣去同外邊世界互動的一個過程。我哋嘅腦唔係淨係發絲號令落去做呢個動作，做呢個動作，而係我呢隻手一摸到嗰個物件嘅時候，亦都識得俾翻信號話俾我個腦聽，佢會就嚟跌啊，定係太大力咧，係會有個答案嘅。咁所以咧，呢一個係有一個其實有一定程度感知能力嘅一隻手嚟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咧，今次呢一個發明嘅呢個版本咧，係更加係接近咗我哋人嗰個手嘅呢個觸覺嘅器官咯。嗯，好啊。嗱，但係我哋如果睇呢個問題，我哋可唔可以即係睇得更加遠少少？個細路仔佢學揸嘢嗰陣時，或者佢學點樣用嘅手時，係咪都係呢個咁嘅人工智能嘅？那個過程嚟嘅咧，佢係咪都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其實係嘅，不過我哋去訓練嘅對象就唔係一個電腦啫嘛，其實訓練我哋自己嗰、那個人嘅腦啫嘛。或者我呢度又打一個比喻啊，其實即係如果湊個細路仔嘅朋友，你會知嘅。你如果買咗盒250毫升嘅紙包裝飲品，你會發覺細路仔頭嗰幾次去飲嘅時候咧。你幫佢篤咗，你遞俾佢飲咧。佢為咗拎實嗰個紙包飲品咧，佢咪攣住咯，一攣就擠咗出嚟，整濕件衫噶啦。哇！如果你俾個係提子汁啊，你嗰件衫咪惡洗啦，係咪咁？咁有啲家長就為咗避免咗個問題，就咧會將佢咧嗰個紙盒咧側邊可以搣出一隻三角形嘅角噶嘛，就幫佢搣定嘅角，然之後教個細路仔嗱，就唔好拎住個盒，拎住隻角啦。你以後就係拎住隻角啦。咁其實咁樣做好定唔好咧？個好處係咁係少啲問題嘅，但係個唔好處就係個細路仔永遠唔會去，即係唔好話永遠啦，就比較遲先至意識到你原來係唔好用太大力嚟攣住個盒，你先能夠好乾淨地飲到一個紙包飲品入面嘅飲料啦，係咪？咁即係其實呢一個係一個你個腦部同隻手個神經個觸感控制同埋一個經驗學習嘅過程嚟嘅。當然我哋人腦學呢啲嘢咧，其實快過電腦好多嘅。其實俾一個兩歲嘅細路仔，你俾佢做呢樣嘢，其實學翻即係幾，即係唔使話以月嚟計，你俾一個禮拜去試幾次，佢已經係其實即係都唔使日對夜對嘅，就間唔中俾佢試翻幾次，佢就學識咗噶啦。但係對於而家呢一個咁嘅電腦嚟講咧，即係始終嗰、那個。深度學習模式跟我哋人腦咧就相似，但係就唔係完全一樣嚇。人腦你俾一個狗嘅卡通公仔去睇三四次，佢就認得一隻狗係點樣啦。但係呢、這個如果你教電腦去做嘅時候，你要俾即係10萬甚至即係幾十萬個 sample 去睇，先能夠做到一個比較好嘅學習結果。咁原理上係似嘅，但係嗰個嘅過程就所需要嘅時間同個效能就會有啲唔同咯。但係電腦唔會攰啊嘛，人會攰啊嘛，呢個先冇錯啊，冇錯啊，係啊。咁呢度仲有一個好有趣嘅概念咧，咁我哋冇時間講，但係可以提一提嘅，就係佢話咧，就係佢原來咧，佢斷咗隻手，因為佢斷咗好耐啊。
佢度有一個叫 phantom pain 啊，呢個咩叫 phantom pain 咧？就係你斷咗手之後，只有你照計你冇咗個感覺啊嘛。但好多人原來咧斷咗呢啲肢體之後，佢仲會痛。嗯哼，係係。個手唔存在，但佢繼續痛喎嚇。係係。咁但係咧，好得意咧，就係佢如果裝咗呢個義肢之後咧，佢呢種嘅 phantom pain 係減輕咗嘅。咁我唔知點解啦，因為呢個係即係總之，我哋以前讀心理學都有讀過呢樣嘢，但我哋唔知點解佢會即係因為呢個義肢可以減輕呢種痛楚咯。嚇咁呢個就啊呢個其實好奇妙啊！即係當然啦，我諗喺呢個研究入邊，佢亦都冇話去仔細地去解構啦。但係即係我覺得嗰種人嗰個神經系統啊，佢係永遠有一個傾向想補足翻一啲佢缺失咗嘅功能嘅嚇。咁譬如你話，我哋喺第二啲例子入邊提過啊嘛，點解人會耳鳴？耳鳴就係話嗰個人本身個聽力就係已經有部分嘅缺損同喪失，但係個神經系統為咗補足翻呢種喪失咧，佢就將呢啲信號擴大咗，咁於是乎係連一啲我哋唔想要嘅一啲即係一啲嘅嘢都去放大咗，冇嘢都變咗整咗有啲嘢出嚟，咁所以就係一個即係所以我哋點解會理解做就係話。耳鳴其實就係代表種一種我哋神經上想補足一啲缺失嘅一啲嘅作用咯。咁所以呢件事用呢個件事嚟理解個手都係嘅，即係如果我哋個腦係不停想希望有一啲機制去補足翻冇咗隻手嗰種信號嘅缺失嘅時候，個神經系統就自不然會啟動咗一啲嘢。加翻隻手嘅時候，自不然就呢樣嘢就會減輕翻。咁即係你話如果問我就係話我用耳鳴個例子嚟去理解呢件事咯。嗯，好啦，咁最後提一提咧，就係佢而家發明呢種咁嘅科技嘅教授咧，就去咗烏克蘭，為嗰啲嘅傷兵啊，斷喺戰亂入邊、戰禍入邊咧，斷咗手、斷咗腳嘅人咧，去做翻呢啲咁嘅儀式嚇。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新聞咧，好值得喺科學新知入邊提一提。咁我哋到呢一度咧，就見到第二節，我哋第三節就翻嚟啦。梁錦祥工作室。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坚拒自我审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